救护车火速赶到现场，前方因为车祸一路回堵，伤者是大货车王姓驾驶，他一度受困，被夹在车内。大货车车头严重凹陷，可见撞击力道猛烈。而车祸意外造成一死一伤，被追撞的大货车驾驶被发现时已经倒卧在路肩。 原来被撞的大货车驾驶疑似因为车辆故障，下车查看，站在车旁，下一秒就被后车追撞，当场惨死。车辆故障，将车子靠外侧部件停靠，并下车查看，遭后方王姓司机所驾驶的大货车追撞。 而同样是国道车祸，国道一号园林路段上午9点多，实车连环撞，导致后方回堵1公里。另外，国一大雅路段前一晚则有车辆自撞环撞车，车辆90度打横，疑似驾驶的男子坐在分隔岛上等待救援。初步了解是车辆先撞环撞车，又撞内侧护栏，没人受伤，实在万幸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